欢迎收看这周的屡战屡胜。我们这一周要讨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什么样爆炸性的新闻？你怎么会在南海看到094晋级核潜艇突然上浮，然后正好跟越南的渔船同框？你什么时候会看到这种事情？就是在这一周发生的新闻。那当然我们在讲这个新闻之前，当然要讲一下我们这周我们要抢答的奖品是什么。我们要抢答的奖品就是这一个钥匙圈。不要小看这个钥匙圈哦，这个钥匙圈是小舰长民国80年，就是1991年毕业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纪念钥匙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有一个海猫，背面呢是一只海马。对不起哦，这已经摆了28年了。实际上来讲，它非常的有历史价值，而且是事实上来讲，现在留存的大概也不太多。所以，我们这一周抢答就拿这个题目，就拿这个那个来当做奖品。好了，诚如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一周的新闻最耸动的，其实就是解放军094晋级战略核潜艇。什么是战略核潜艇？它不是用来攻击用的，它主要的是来搭载潜射弹道飞弹。它搭载什么样的潜射弹道飞弹？哎，10月1号你看过？10月1号，中国的国庆阅兵的时候，你会看到所有拖出来的弹道飞弹里面，有一个它的外壳是水蓝色的，那个是巨浪二，那一个就是放在晋级潜舰里面的弹道飞弹。它的射程到底有多远呢？它的射程大概是7400公里到9000公里。这一个距离它所表示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094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它只要航行出第一岛链，在库页岛以东的鄂霍次克海发射，直接就可以达它的射程，巨浪二的射程就可以直接打到华盛顿特区。也就是说，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一直在讨论中国海军穿出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其实就是在这里。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一次不管是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或者是各媒体的报道，其实都在讲这个事情。哎，他怎么会那个这种战略性的打击武器怎么会跟越南的渔船同框呢？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讨论，而且媒体下的标题也非常的耸动，有一个标题叫做这也太扯了，越南渔民差点在中越的敏感海域野生捕捉中国核子潜艇，这是一种下标。另外第二种下标是中国潜艇突现南海，疑遭越南渔船撒渔网捕获，这是第二种标题。这两种标题都隐含了一件事情，隐含了什么事情呢？好像用渔网就可以捕到潜舰，是这样一回事吗？好，我们先再看一看太空与国防的一个专栏作家叫 Sutton， 他在 Forbes 他写了一篇专栏。这篇专栏里面呢，他讲什么？他讲说潜舰可能已经缠绕在渔网之中，或者担心会这样，所以094战略核潜艇才会上浮。好，我们这一周的题目我们就来讨论渔网捕潜舰。要讲到渔网捕潜舰，不能不提一位，哪一位啊？也就是那一位很早以前就讲了一件事情，叫做海带缠潜艇。海带啊，海带，海带啊，海带，海带可以捕潜艇吗？当然是不行啊。它其实当初他的语义是海带绳捕潜艇，也就是种植的海带，它有一根很粗的
绳子，那用那个绳子可以捕获潜艇。但是他讲的地海域并不是在南海，他讲的海域是在黄海跟渤海。那这位是谁？谁这么先知灼见讲了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来讲，是在中国央视的一个军事节目的主持人，也就是前那个解放军海军少将张召忠，现在大家都叫他叫做局座，他是什么局啊？什么局的局长啊？是战略忽悠局。什么是战略忽悠啊？忽悠其实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唬弄，就是战略唬弄局。为什么是唬弄呢？他跟小舰长最大的不差别是什么？是小舰长说十件事情，大概中了七八件，然后呢，他说了十件事不中的七八件，所以大家都说，哎呀，他就是忽悠局啊。然后，所以他是局座，哎，他还挺幽默的。为什么？他讲海带产潜艇，他不只讲而已，他还去做了 T 恤，还做了包包。我们旁边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到，他很高兴的拎着走在马路上，还去坐了地铁，是不是一种反讽呢？他除了讲了这件事情之外，他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什么？雾霾防激光。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雾霾其实很严重的。他讲了另外一个观点，叫做防激光。激光是什么？雷射光，我们台湾叫雷射光。好，不管他讲什么，其实这两件事情，也就是海带产潜艇、雾霾防激光这两件事情，在军事科学里面的确有它的这一个价值。那我们这一次就要来讨论海带是不是能缠潜艇呢？其实是海带绳啊，海带的绳子。好，其实我们要这样讲，其实大家都中了这个局座的毒啊，中得太深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张照片啊，当然小舰长的最擅长的是什么？仔细看，开红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张开红框的照片，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的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要讲门道了。讲什么门道？你仔细看看，渔船后面它是有一根那个绳，缆绳的。那个缆绳呢，是紧紧的吃力的。那是什么意思？那是那个渔船在进行双拖围网捕鱼，那个拉紧的就是围网，围网是吃力的。而且呢，那个我们从渔船后面的水花，你可以知道它是开大车在往前跑。为什么它开大车？因为它围网下面有鱼，它会造成额外的重量，所以它要用很快的速度，它总要速度要跑得比鱼快吧，这样才捞得起来。所以它是开大车，并不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媒体所讲，哎，捕获了。如果说是渔网真的缠到车叶，船上正常的处理作为是什么？立刻停车。为什么要立刻停车？因为渔网绞到车叶，你如果你的车叶还在转，只会越绞越紧而已，所以要赶快停车。可是你有看到渔船停车吗？没有。另外一个，我们仔细看看红框，不只是渔船大车往前走，另外还有一个小车一点，那是什么？就是094战略核潜艇，它也没有停车。他们两艘船在我们海上讲叫做营守阵域。什么叫营守阵域啊？也就是头对头，但是他们是左舷对左舷的交叉，这样子营守的这样通过。那然后我们就讲到说，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事实上还有影片哦，我们可以从影片里面直接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渔船因为它在拖网，所以呢，它是那个航行能力受限制的，它不能不方便转向嘛，转向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动94的这种战略核心，它是11000吨哦，你觉得它转向灵不灵活？当然也没有什么灵活。那但是他们可以维持着在航行安全的状况之下通过。
但是我们来仔细看这一个影片，我们会可以看到什么？其实他们很早，他们在还没有对遇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目视对方了。然后，而且我们要严格的来讲，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09是战略核潜艇，它的排水量是11000吨。我们看看旁边这个围网捕鱼的这个渔船，以小舰长的估计，大概不会超过100吨。你觉得100吨的潜艇，那个100吨的渔船，会比较怕战略核潜艇，还是战略核潜艇比较怕那个100吨的小渔船？当然是小渔船比较怕。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它没有缠到车叶，它只是前面照到之后，核潜舰下那个潜航之后，对不起，这100吨的小渔船可能会被拖沉。不信啊，有一部电影有讲过这个故事，哪一部电影呢？库斯拉。库斯拉一开始不就是他们两艘围网捕鱼船捕到了很多鱼啊？捕到了很多鱼之后，库斯拉想吃鱼，就去吃那个渔网，结果把两艘围网捕鱼船都拖沉了嘛？那是一个事实，不是说库斯拉是事实，是如果这么小吨位的渔船是有可能被潜舰拖沉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说，这种情况经常在海上发生吗？当然不经常，而且通常渔船在进行围网捕鱼的时候，你的雷达很早就掌握了。小舰长以前在担任舰长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种事情。什么事情啊？也就是被海上的渔船给为难。那个渔船未必是围网捕鱼啊，它可能是放定制网，它也可能是延绳钓，各种方式。但是呢，小舰长是被中国的铁壳渔船所围困。那这一个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其实因为那时候小舰长是在驱离情报船。哪一种情报船？那个时候叫做东调232、东调232跟海滨723这两条情报船。这两条情报船现在还在不在？你说小舰长退伍那么久，这两条船早出役。哎，不好意思，没有。东调232他已经改名了。他改名叫做什么？他改名直接有舷号，他的舷号是851，他就是我们所谓的815型的这种电子侦察船的第一艘北极星号。那他已经从东调232直接有他的舷号叫851。第二条海滨723，海滨723呢，因为大陆海上的那个监理的制度的改变，他从海滨拐23除役之后，进入到那个时候的中国海监，所以他叫做中国海监111，他那个时候有正式一个舷号。那但是这两年中国海监也改变成中国海警局，所以他现在叫做中国海警1411，所以这两条船都还在啊。那个时候小舰长去驱离的时候，在后面驱离这两条船的时候，他们就会联合海上民兵。所以海上民兵不是现在才有的，十几年前就有。那个时候台湾叫做什么？台湾叫这一些渔船叫做红蚂蚁，他就会到你的前面去布渔网。那小舰长当然要展现优良的船艺啊，千万不能挂在渔网上。因为你前面你的船如果有球形船手，可能就会卡住，或者你下面有声呐，可能就会卡住，卡住了就变鱼事纠纷，这就是他的目的。变成鱼事纠纷之后，第一个叫你赔钱，第二个让他的情报船可以继续的从事情报作业，而你没有办法驱赶了，这就是他的目的。好了，我们回头讲说094这个战略核潜艇，它为什么会在这一个海域浮航呢？因为我们讲说这一个海域其实它是有，就是说贴上这个照片跟影片的这一个渔民，它是有讲那个位置的。那个位置呢，其实距离亚龙湾，就是海南岛的亚龙湾龙坡海军基地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他为什么会浮航呢？那当然
小舰长要用火眼金睛仔细的再看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好了，果然稍微破案了。怎么说，我们仔细的看，那在各位观众右手边的这一个影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在1分16秒的时候，这一个潜舰的前端，它有出现另外一艘水面船，水面舰艇。在2分02秒的时候，它的后面也出现了另外一艘水面舰艇。在短短46秒之内，前面有一艘，后面有一艘，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水面上并不是只有09式战略核潜艇这么一艘船而已，它有其他的船。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以小舰长的研判，有一种可能叫做听音训练。这个中华民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也经常在做。为什么？我们要训练一个合格的声呐手。现在当然很多的声呐已经是视觉性声呐，但是你还是要学会怎么用听的。在一个声呐对一艘潜舰拍发的时候，手部位向就是你的声呐直接打到是它的潜舰的舰首，跟尾部位向，尾部位向就是声呐打到它的尾巴，或者正横位向，声呐直接打到它的正横，同一艘船听出来的声音都不太一样。所以要训练这个声呐手，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直接派一艘潜舰直接来听，由手部位向、正横位向、尾部位向一段一段来听。甚至还有什么？还有潜舰呢直接正常航行，然后声呐摆请听，听它车叶的声音。厉害的声呐手可以直接听出来你的，如果是柴电潜艇的话，它可以听出来你现在是，如果是正在呼吸管航行的话，你是用几个气缸的那个主机。那如果你是在那个你没有使用那个呼吸管航行的时候，你使用了发电机，它也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种发电机，从而判断是哪一种潜艇。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一种听音训练的重要原因。但是啊，除了这种可能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我们啊，料敌要从宽，绝对不能只有单一思维。那我们要来收广，很广泛的来搜罗非常多的证据啊。在今年的五月，我们可以从路透社的一篇新闻里面看到一篇非常不一样的内容。什么不一样的内容呢？我们仔细的看旁边的这个画面，它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它在讲说，在海南岛南方的海岸，它的那个这个海景第一排的这个度假村，经常可以看到对面的潜舰基地晚上有令人好奇的现象。什么现象呢？也就是他晚上会开启强力的聚光灯，照哪里？不是照他的港内啊，是照这些外面的饭店。他照这些饭店做什么？也就是当你接受到强光之后，你的瞳孔就缩小，你的瞳孔缩小之后，你就看不到对面的潜舰基地里面的作为是什么，你就看不见了。同样的，你带着那种大炮摄影机也是同样的问题，你当你遭受到这种光源干扰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了。这个是今年五月的新闻，它的标题叫做什么？它叫做中国鬼鬼祟祟的水下核武测试五角大厦。测试五角大厦什么？测试五角大厦的擒收能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真的是这样吗？在各位观众右手边所看到的这一张图，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哎，靠近那个，右手边，你会看到上面有两个凸体，下面有四个凸体，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龙坡海军基地。它这个两个凸体跟四个凸体，大部分停的就是
各型的潜舰，但是以三亚这一个亚龙湾军那个潜舰基地而言，大部分停的是潜舰，因为它在鱼鳞另外一头，它还有一个海军基地，那个停的是水面舰。如果我们仔细看，它还有一个地下基地，也就是潜舰可以直接进入到地下洞库，这是我们观众所看到的右手边，就是东边的这个部分。那你如果看到左手边，你会看到什么？哎呀，一排的观光饭店 Ritz-Carlton 那个喜来登、希尔顿，一排一直到最后，你还可以看到 Holiday Inn。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些度假村里面还真的可以看到龙坡海军基地里面的潜舰的动态。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谁照的？这张照片其实是南华早报它的一篇新闻里面的照片，你就可以直接的看到小舰长开的三红框，最下面的红框你有看到吗？有一个洞，那就是小舰长讲到的水下基地的部分，中间有一个低视度涂装的建筑物，最上面是一个雷达站。好，你说这你确定这个一定是那个亚龙湾潜舰基地吗？当然不确定，这个就是要来判断的。怎么来判断呢？中国的潜舰基地其实有三个，哪三个？第一个在海南岛亚龙湾的潜舰基地是一个，在最南边；第二个是在青岛的沙子口潜舰基地；第三个是最北边的，在大连的小平岛的海军基地。这三个都是潜舰基地，在这三个潜舰基地里面，小平岛潜舰基地它没有地下，它没有地下的那个潜舰洞库，它没有，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也就是青岛跟亚龙湾有。可是小舰长用 Google Earth 仔细看过，青岛它的一个洞库上方没有低视度的这一个建筑物，跟上方的雷达站它没有，它后面就是一座山而已，它的雷达在另外一个位置。我们这样拆解这个新闻，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解放军对于亚龙湾海景第一排的这个饭店以及度假村啊，其实早已经有戒心了。意思是什么？哪怕是月黑风高啊，它的潜舰的动态啊，都可以透过你摄影机用那个 ISO 的调整，或者是光圈的调整来捕捉到它的潜舰的动态，甚至更不用说红外线的这个摄影机。所以它用了强烈的聚光灯来做这件事情，那就看不见了。意思也就代表什么？意思也就代表中国对这件事情亚龙湾潜舰基地有其他的想法。好，我们再回头看刚刚开了三红框的那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面所显现的就是094战略核潜舰。哎，数一数 ,1234567, 后面对面还有 123456, 它竟然有12个发射舱。那哎，小舰长，你不要胡闹了，好吧？这发射舱盖，那个大家点点兵都知道，不必你在这边浪费时间嘛。这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你回想一下，十一的时候，不管是东风十七、东风一百、东风二十六，或者是东风三十一 AG， 或者是东风四十一，这些战略飞弹拖出来，都是一列四辆车，一共四列，也就是16辆车，只有两种飞弹不是，一种就是很旧的东风 5B， 它一共只有四辆车，它有前段跟后段，那它一共只有四枚飞弹。但是为什么这个巨浪2，也就是我讲的
水蓝色的这个外壳的里面装的这个巨浪二，它就是正好符合这个094战略核潜舰的12枚呢。这中间当然是有它的一个设计的，但是原因是什么，以后我们谈到这一些战略飞弹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好，接下来我们讲说它这个地点到底在哪里。刚刚小舰长有讲到，事实上这个渔民大概有提到它的位置呢，在东经114度北纬18度的位置，也就是当然小舰长有图开红框的那个位置，那一个位置呢，就是它不管是摄影或者是拍照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距离我们讲的亚龙湾潜舰基地有多远，有363海里。那距离西沙的永兴岛等等，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开始提到西沙的永兴岛，绝对是有它的有小舰长的目的的。有多远？有115海里。那一个位置到底是水深有多深？2000公尺水深，也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11000吨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在水下运动游鱼，它绝对不是因为水深的问题。那它为什么在那里浮航？刚刚有讲一个可能的因素是说它可能是在做听音训练，听音训练完之后，哎，浮航让那个水面舰了解这到底是哪一艘船，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我们看另外一张海图，什么样的海图？刚刚小舰长已经讲到，解放军对于亚龙湾的军事安全已经有点疑虑了，所以他晚上他在陆岸上或者是巡逻的那个巡逻艇上面都放了强光，就跟现在小舰长在摄影棚一样，强光照着，小舰长就看不太清楚前面。同样的，住在海景第一排的，他们都讲说晚上那个强光让你不想坐在外面，直接就进到房内把窗帘拉上，代表那个光线真的很强，也就是解放军意识到他军事安全的部分。那跟这一次094战略核潜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从亚龙湾直接到达200公尺水深的等深线到底有多远？约略50海里。我们从图上看到的是 49.11 海里。这个200公尺水深到底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200公尺水深其实就是大陆棚的那个下限的深度。出了大陆棚之后，通常水深都超过200公尺。200公尺代表什么？根据小舰长以前啊，在船上跟这些那个反潜直升机的那个飞行员，经验交流的过程，他们讲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在夏天没有风浪，就是没有白浪花的时候，海水透明度高的时候，潜舰只要在200公尺水深以内，不要什么磁测仪去探扫，也不用放什么那个声标在下面，都不用，眼睛看就好。下面有一条黑色的大鱼，那个就是潜舰，那个就是潜舰。200公尺水深，潜舰真的潜200公尺吗？当然不是，它会直接在潜望镜深度，也就是可以随时把潜望镜升上来的这个深度。那太深了，潜望镜没有那么长啊，所以潜望镜深度其实都是在200公尺以内的水深。另外，如果水深不足60公尺的时候，为了避免水下的沙坝的形成，因为海流每天变来变去，把沙海沙带来，把海沙带走，也会形成不明的障碍。哎，你的那个海测船还没来得及来探扫，水下地形已经改变，所以在不足60公尺水深的时候，潜舰多半采取浮航。可是我们刚刚讲啊，这一次094战略核潜舰出现的地方是2000公尺水深哦，那它为什么要浮航呢？那另外
你说，哎，小舰长，总有海水透明度低、风浪不好的时候，当然是。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刚刚看那张图，你在200公尺以内水深，你会遇到什么状况？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你要在安全深度啊，也就是潜望镜深度，水很浅，用眼睛看得到，用眼睛看不到，你的潜望镜一拉起来就看到了。哎，潜望镜为什么要拉起来？要记得啊，那个水深不到200公尺，正是最适合捕鱼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讲这种围网捕鱼的渔船啊，它小，你用雷达不一定可以探扫的出来，所以潜舰要升级潜望镜确认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船，它在进行什么样的作业，在升起来的同时，啊哈，就被抓到了。被谁抓到呢？被我们所讲到的海上巡逻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图是 P8A 海上巡逻机，是美国现在在用的。你说，哎，台湾没有？哎，搞清楚，台湾有一样的搜索雷达。什么搜索雷达 ？APS-137 的这种雷达，这种搜索雷达它有两种模式。哪两种模式？第一种合成孔径雷达模式，第二种逆合成孔径。合成孔径跟逆合成孔径有什么不一样？它的雷达扫描的方式不一样，扫描的方式不一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合成孔径扫描有它可以扫描出目标的运动，说哎，我潜舰在下面扫不到啊，错了。怎么说这件事？因为海流的方向跟你在潜望镜深度航行的潜航的潜舰的那个所排出来的尾迹的方向不一样，它就可以透过雷达上回击上面的不那个波纹的不相同，而发现水下有潜舰，这是用雷达可以探扫出来。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你在大陆棚200公尺以内的水深，你要升起潜望镜东看西看的时候，你的潜望镜升起来，哎，立刻就被这种逆合成孔径抓到了你的位置。被抓到了位置怎么样？就确定你下面有潜舰嘛，确定你下面有潜舰，就潜舰的位置暴露。潜舰的位置暴露是什么样的一个威胁？潜舰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逆踪，它在水下，你不用声呐，你不用那个声标，你不用磁测仪，磁测仪有深度限制的哦。那也就是你不用这些装备，或你超出这些装备的限制，或者它在阴影区的地方你听不到，这个是潜舰最大的优势。潜舰最坏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浮航。它为什么要浮航？它为什么？潜舰没有告诉你啊。它为什么要浮航？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意识到我们刚刚讲到的亚龙湾有问题，他要去试靠另外一个港口。我们想一想，解放军在南海还有什么样另外的港口？而且那一个港口是一出港之后就有500公尺水深，立刻可以深潜到2000公尺水深的南海海盆。想一想，有没有这个港口？其实有，只是大家一直没有发现。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地方一天到晚出事，只是大家没有把这些事叠在一起。出什么事？一开始上面部署了红旗九防空飞弹，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哎，突然又有歼十一那个降落在那个岛屿上面的机场，后来又被发现 BZK500 的无人机也在那个机场上面发现了。最近发现的是什么？是歼十的这一种战机也在那个机场发现了。为什么解放军不断的有各式各样的装备在那个岛上部署？也就是他对于这个岛有另外的想法。那个岛上还有什么样的特征可以支持到战略
核潜舰或者是各型潜舰的进驻呢，我们找到适当机会，或者是我们下一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就来破案。好了，我们这个礼拜讲到这里，我们最重要的当然要抽奖啊。我们抽奖的题目很简单，就是这次在南海上浮的是哪一种战略核潜舰，那个要请教大家，请大家不要在下面留言的地方回答，大家要在首播，也就是礼拜五晚上9:15的时候，在那个聊天室里头及时回答，第一个答对的，而且要请大家按赞、分享、订阅，要有订阅的，我们才送出这个礼物。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